好，现在把这个两个轮子要靠住瓶子，啊，看我们现在是怎么操作的啊。先松掉上面两个螺丝，先松了这边，哎，两边齿轮。等会儿，哎，手拿开，哪个？你先手先拿开，你过那边拍的拍的是。啊，你到这边来吧。第一步，先松掉这个齿轮，三齿轮松掉，两个螺丝啊。好，先靠边移边边，移边。好，再松掉上面两个螺丝，两边都要松掉啊，正反两边都要松掉。我们现在松的是这个轮子，前面轮子也要松掉。等会儿，松掉，等会儿，松掉以后，好，两个轮子往前拉，刚好，好，这里要靠住瓶子，两个靠住瓶子，靠住瓶子以后，这里必须在两个瓶子正中间，这个位置就刚刚好，这样是 OK 的。这把螺丝收紧。好，这样对好以后，再相对应的收紧螺丝，先把这个上面收紧。四个螺丝都要收紧两边的，好，螺丝收紧以后，将这个齿轮三齿轮，等会儿，对，先等一会儿，房子位置不对，你看房子位置不对嘛，怎么位置不对？房子位置不对，就是来往前面说，来一点，我的要小一个，稍微往前来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。